石头底下，我发现了什么？这么多螺，这挪威赶海太简单了。这下面也有海螺。在罗夫顿峡湾的一个灯塔旁边有一处停车场，在这里每天晚上付个100多块钱就可以过一夜，有热水的淋浴、卫生间，还有洗衣房，可以在这里洗洗衣服。在堤坝的另一边就是一番让我非常高兴的景象，随便翻开几块石头，里面就有很多海螺，一会儿就可以捡一小袋子。快涨潮了，海边的螺太多了。这片海滩盛产这种小螺，抓了两三个水坑就有这么多。Thank you.